立行先立自己，然后就立别人了。这立别人怎么说呢？给别人做了好榜样，自己固然有智慧有德行，你就能加持一方。这个道理不难懂。中国谚语里就有所谓呀，说一人有福，连带一物。这一个人有大福报，有大智慧，有大福报，他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不遭难。经上常称二足尊，足是满足，圆满了；二是什么呢？福报圆满了。第二个，智慧圆满了。我们皈依佛二足尊呐，在拥有福报智慧里面，佛是排名第一了，没有能跟佛相比呀。佛的福报完全是给大家享，他自己不享啊，所以他的福报就没有人能跟他相比。佛的智慧圆满，为什么呢？完全是利益一切众生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佛的福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你看看这还得了吗？智慧帮助人破迷开悟，福报帮助人离苦得乐，他的福报是圆满的。我们有福报是自利，有智慧也是自利，不肯利他这不行啊，这个是与自信相违背的。你要问为什么一定要利他，因为自他是一不是二。佛教我们要修福，但是教我们不要享福。为什么呢？享福没有不迷惑的。那为什么要修福呢？不修福不能证得圆满的佛果，不修福不能度化众生。自利利他了，利他要福啊，自利要慧呀、啊、福慧双修，这个意思就非常明显。菩萨道利他在先，自利在后。利他就是自利，自利就是利他，自他不二啊，叫福慧双修啊。时时刻刻要记住啊，自己修再大的福报要给别人享，要把你的福慧呀、啊、供养一切众生，成就一切众生，这个才是真实的福慧，这个是佛菩萨所修的。我们纵然有福报不能去享福啊。为什么福不能享呢？想想这个世间苦难的人那么多，渴望救护，我们看到不闻不问，于心何忍呢、啊、觉悟的人不做这个事啊。释迦牟尼佛可以享福，为什么舍弃富贵去过拓跋的生活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49年天天在教学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不去享享福？为什么不去度度假？这叫大慈大悲。我们学佛，学佛就是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，学习他的存心，学习他的生活，学习他处世待人接物，学习他慈悲教化一切众生。他知道慈悲济世里头最重要的帮助众生觉悟破迷开悟，然后才能真正离苦得乐。乐从哪里来的呢？乐从觉悟来的。苦从哪里来的？苦从迷惑来的。只有破迷开悟才能真正的离苦得乐。释迦牟尼佛懂得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一生帮助人，帮助人离苦得乐。所以帮助众生破迷开悟
就是帮助他离苦的路。用什么手段？教学。教学里的头一个要用身教，自己做出榜样给他看，这个效果最大。行于身口啊，口是言教，一定先做给他看，再说给他听，他就相信了，他就不怀疑了，就能接受啊。把他的善根，无世界他有善根，从烦恼的堆里头把他拔出来，让他自己知道，这是佛陀，这是祖师大德教学的理论跟方法，这才能度自己，才能度一切众生。时时刻刻记住啊，念念之中，在在处处，怎样去感化一切众生，一定要做一个好榜样给人看啊。细心观察现在社会大众犯哪些毛病，我们对症下药。现在世间年轻人不知道孝养父母，我们要表现表演，做样子给他看。现在社会上人不知道尊敬别人，我们要做个好样子，处处尊敬别人。这是教化社会广大众生，他们错了，我们从正面做，这就是帮助他断恶修善。他做的是恶，我们做的是善，让他自己去看，让他自己去觉悟。当然一次两次他不觉悟啊，你要做一千次一万次他才会醒悟过来。看个三年五载十年二十年，你都是这样做，他豁然觉悟。发菩提修菩萨道，才能够度一切众生。对，自弘誓愿就是菩提心。你看那个愿是为谁发的？不是为自己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是为救度一切众生才发这个大愿。那个愿要是从这个地方发，一定精进，不会懈怠。如果这个愿是为我个人，马虎一点，反正是自己与别人没关系嘛，懈怠一下也无所谓吧。为那么多众生，无量无边苦难的众生，我精进，他们就想我早一天成佛，他们早一天得度，这是多么强大的力量在鞭策着自己，自己日夜都不敢懈怠，勇猛精进啊！无论是从断烦恼上，从学法门上，有进不退。为什么这个事情不是为我，是为救度一切人。以佛法的修学是为别人，不是为自己。佛法伟大在此，佛法崇高在此，佛法值得我们敬佩的也在此。